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次介绍这一款游戏1月10号上架的《放置战舰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在美国海军基地了哦，跳过。哇，还有标时间呢，那么用心哦。啊，创完名字以后就进来了啊、哦。挂机收益只能保存10个钟头。我是23号港口的。要注意一下哦，刚好出现。采购申请，每天都有5次免费普通采购的机会，有一定。恭喜，智苏星，再试试高级采购。好。高级采购。你米自己的啊。4星 SR。太幸运了，新船交接手续完毕，长官。我一点都不幸运，大家都一样。机系统运转，由于货舱空间有限，挂机收益最多保留10小时。啊，我已经知道了。什么？这条航线上为什么会有敌船？长官，这样最好，有敌船最好。欸、我现在是舰长哎、欸。各单位注意，敌军即将进入攻击范围。妹子，你长得好正哦。好。如何放置战舰？不同战舰令。这是相克关机啊、哦。航空舰克驱逐舰，驱逐舰克护卫舰，护卫舰克潜艇。哦，它会，你如果点那个舰体本身，它会有一些详细说明。好，升了，又已经到了2等了啊、哦！漂亮的胜利，长官！所合成的，恭喜您获得了这艘舰船。U209。回收中心，可来试点选择证。好。太棒了。哦，回收以后会有设计图跟经验。现在，请让我带您前往。每当您遇到强敌前。强化战舰。工程师已经准备就绪，花费干得漂亮，干得漂亮。现在我有信心迎战那些敌人了。有这样子，这样就行了。让我们继续前往下一个海域吧，长官，请下。其实都有一些配音还不错哎、欸，还算是用心的角色啊，不，还算是用心的好游戏哦。因为他是妹子啊，无缘。那现在教你如何相克。北海舰队。嗯。每当舰船攻击、受击及……哎，那个战斗画面做的是相当不错哎，有很有临场感哦。来试试领取一次挂机收益。好，在战利品这里。我领到了挂机收益了哦。敌人越来越强大，消耗一些低级装备和些。我绿装合成出来就是变蓝装了。请点击一。一件装备了。已经基本上掌握了舰船的养成方法，现在高级 AI 加速，大幅度增加挂机收益与点击收益。加速期间要花。30块台币，33块吗？满战场的时候到了，长官。收益率代表着当前挂机的整体收益，让我们继续前往下一个海域吧。那你要提升收益率的话，应该就是一直刷关卡了。关卡刷的越多，你的收益率会越来越高，跟其他的放置游戏应该是大同小异了。哎，可以提升战斗速度了。那等级30才行呢。
那这个游戏的放置 RTC 系统就是你可以派出你的舰队进行自动匹配战斗，获得新的武器装备、升级舰船和技能。终于突破了敌人的神威基地指挥部。哈哈哈！要通关了。挂机是舰队经验的主要。这个最高只能保存十小时哦，那你大概要衡量一下时间，睡前的时候。全新战舰点击基地内的航母，就要用一下。非常出色，长官。哦，您将驶离与我的通讯范围，但别担心，我会一直在这里，当您遇到任何困难。最后，诚挚的建议您将服役记录与社交账号绑定。新人的福利。哇，高级采购券嘞！那我要去采购喽，拿到好东西就要采购了。又是一只四星的哎！哇，我真是 lucky 呀、啊！好，线上福利，你的就任目标。超值礼包。嗯，还有什么要看的啊？任务。哦，这是啊，这个都有一些经验的哈。一突破10万人、7万人，哎，又送一只四星的哎，又送2张采购券，哦，200黄金，哇，送好大哦。纵使没有真的突破10万人，但是也是送很大的哦。好，舰队，我们再来升级吧。4星都升一升好了，再要一只4星。手处理包嘞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哇，手处送你5星的。那如果你是花14.99美金的话，就是可以自选哦。还有送一些比较强悍的装备。好了，如果你真的有爱的话，你就可以试试氪金。阵容调整。目前只能派3艘出来而已哦，所以进攻跟防御阵容都要大概设定一下哈。等级应该是不够的关系啊。好，那现在是打1-4的哦。哎，这样摆着是怎样？点挂机，它就哦，它就挂在1-4了，收益率是提高的。哦，所以你要挂机的时候，你要跳一下关卡再挂，然后这自动进行战斗。不愧是4星，打的都特别痛啊。SR 角色管都特别的强，啊，这边就可以按挂机了。那我现在要干嘛？采购，我把这个都抽完好了。是装备哦，有没有前进？出云集，好吧。整体大概是这个样子哦，喜欢的话可以赶紧下载这一款游戏哦。这是7日活动，第六天该送什么？采购券5、6、7、8、9、
词，七天刚好，这七天刚好送你10连抽啊！那就介绍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